狗仔偷拍黑社会美眉密会阿头情郎赏臭脸。丫头詹子晴八月与警政署前署长网捉君之子王威力复合，当时在一上传合照宣誓我男人高调示爱。周三十二日晚间，苹果在威风广场美食街巧遇小俩口，王维力表情冷冷地先入座滑手机，二人用餐过程几乎没交谈，后来一男二女加入，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人是前黑社会美眉陶曼曼，闺蜜畅聊比和男友互动更热络。苹果周三直击丫头顶住浓妆陪男友王威力在威风广场的星巴克哈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先聊，她趁空档玩自拍，男友似乎很习惯。随后二人直奔美食街买卤味，丫头加了食物后二人分开结账，男友表情冷冷地入座滑手机，丫头整理完钱包后也坐下开吃，二人几乎没交谈。王伟力突然夹了一个东西放进丫头碗里，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他，似乎是男友不喜欢吃的菜，丫头默默接受。这对情侣冷冷地吃了一阵子，突然一男二女加入，其中一人是陶曼曼。今年四月，陶曼曼嫁给前经济部长、现任中华开发金控董事长张家柱的儿子张维扬，任职香港金融业高层的张维扬坐在陶曼曼对面，夫妻俩和一名女性友人加入后，丫头比手画脚与姊妹陶畅聊，看来非常愉快。对王维力看似脸臭或动冷淡，丫头前天受访搞笑说她本来就臭脸人呀，其实昨天她很开心，应该是谈公事比较严肃，因为我昨天开完会才跟她碰面。至于陶曼曼，丫头表示二人当年在我爱黑社会认识，这几年常聚会活动频繁，会不会羡慕陶曼曼的幸福而想婚？丫头说还不会，应该还要二年，想多存点钱才结婚。